次37,000票，今次我攞100,000票，我行到去行入去，你嗰啲以前夾過我嗰啲，我真係可以雙倍奉還，係咪啊？喂，對住個曾蔭權，我要叫佢行開啦，係咪啊？我哋要同佢講數啦，點解我哋啲老人家排嗰啲政府津貼嘅護養院宿位，要排到死都未有個位？去年一年有1,700多個老人家排隊排呢啲護養院嘅資助宿位死咗。我哋香港係一個富裕嘅社會，喺香港呢個富裕嘅社會同全世界嗰啲先進經濟體系比，我哋對老人家係最刻薄嘅愛。喺我哋嘅祖國，65歲坐車坐船都唔使錢。而家你禮拜日要俾我半價，就好似皇恩大赦咁。啱唔啱啊？生果金7嚿水，免入息審查70歲嘅老人家，我哋要求加到1,000元，都要講10多年，要到鬱敏喺立法會揮兩條蕉過去，面懵懵，9日之後先取消個入息審查，1人1,000元，啱唔啱啊？就唔流眼淚，有啲人話我哋暴戾，話呢個暴力，即係有幾暴力啊，大佬，有幾激啊，係咪？我哋係啊，好謙卑、好卑微嘅要求啫，叫你加多3嚿水俾啲老人家，65歲開始全部1,000元唔使入息審查，就係話俾你聽，而家好多老人家佢冇攞綜援噶嘛，佢真係揸住個生果金喺度搣噶嘛，揸住份生果金喺度搣，跟住去落執下紙皮。你梗係過唔到呢啲生活啦！你班狗官30多萬一個月，係咪啊？有津貼，有房屋津貼，乜春都有，係咪啊？你仔女外國讀書，喂，你點知道我哋啲老人家辛苦啊？呢啲我哋過喺立法會嗌到喉都沙，話俾你聽。今次如果呢個公投有超過100萬嘅投票，我就揼到個通頭大啦，啱唔啱啊？係咪先？呢啲係咪籌碼？大家好簡單啫嘛，投票咪得咯。所以唔係淨係你投啊，你投俾我都冇用啊，都唔夠數啊。而家我哋要求大家串連式投票，嗰日禮拜日約定去飲茶，係咪啊？親戚朋友都好住喺呢個區，約定去飲茶，飲完茶去投票，或者投完票去飲茶，得唔得？是一個投票人，我哋作為一個公民，你登記咗做選民，你就要去投票，啱唔啱？呢張票係你可以話事嘅，你平時都冇乜機會話事噶啦，唔係我得罪你，啱唔啱？你要想加人工，問下個老細啦，係咪？喂，你叫個業主減租，睇下佢面色啊，同佢講下數啦，係咪？你希望特區政府俾多啲福利你啊，你唔使自疑，但係5月16號你可以話事啊嘛。我就用張選票嚟話事，係嘛？越多人投票，曾蔭權就越兩歲。你有冇睇電視啊？今日問佢5月16日投票，個個擰咩面就走啊！翻唔家產喺嗰度啊！你作為一個政府高官，喂，你點解咁難答啊？我一定投，行使公民責任，我投白票都得噶嘛？我唔妥你黃毓民，我投白票得唔得啊？你竟然夠膽話唔投票？仲問你投唔投票？唔答。啲咩官嚟噶？所以我哋只有一個辦法，就係用投票嚟顯示我哋嘅實力，啱唔啱先？所以各位海麗村嘅街坊，我喺呢度真係懇切要求大家，好簡單嘅啫。如果你登記咗做選民，你上一屆投俾民主派嘅，今次係冇民主派啲人出嚟選嘅，除咗黃毓民，係嘛？咁你就將呢張選票投翻俾毓民，好簡單嘅啫，係嘛？你唔中意鬱敏嘅唔緊要，你投俾啲僆仔大專2012，佢同我哋嘅議題一樣 ，OK。但係唔可以投俾其他人，係嘛？呢個好清楚嘅，係嘛？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哋呢個係全民意志嘅體現，即係話5月16日，大家好簡單嘅啫，花半粒鐘嘅時間去附近嘅投注站。係嘛？佢嗰日咧係跑馬嘅，我話俾你聽。嗰日係跑馬嘅，特登跑馬添。嗰日係特登跑馬啦，又係嘛？我有冇跑？我有冇投咯？我哋一樣去投注。
注站，如果中意跑馬嗰啲，投完注之後你都要投票啊！我意思係投注之後就去投票，係嘛？你唔好話我掛咗個賭馬，我輸咗一場，我踎喺度。你見啲投注站乜啲阿哥咁踎喺度，大佬投完票你先去踎實贏，你唔投咧就輸硬噶啦！我話俾你聽。怕被人認到我，係嘛？戴口罩去投票都得㗎，知唔知啊？所以咧，嗱，橫掂都係啊，同佢玩高盡啲嘅，大家戴個口罩去投票，冇乜嘢㗎。而家又雖然係支流感，而家降低個級別啫，係嘛？咁我都小心啲啊嘛，我戴個口罩咯，係嘛？咁行出投票站咧，啲人就會問你：，啊，你正話投俾邊個啊？我投俾民主，咁咪得㗎。等你做咩調查啦？我投俾民主啊 ，OK？我投俾我自己啊！啲人揾你投票門口，啊，一定有一個叫香港研究協會，係共產黨嘅外圍組織，專做呢啲票站調查。今日做呢啲票站調查咧，為咗咩咧？平時選舉就為咗英文建聯嘅。朝頭早做個調查，知道嗰個咩啦？啊，你唔夠票啦，晏晝就動員啲人補啲票落去。你明唔明啊？因為佢始終有啲鐵票控制喺手噶嘛，就唔係多，起碼有三分一嘅票，佢可以控制有電話打嘅。佢有本名冊嘅，打電話咧，實有人打電話叫你投票噶啦，啱唔啱先？佢有你電話噶嘛？如果你投完票行出嚟，佢問你投俾邊個？呢啲香港研究協會嗰啲人咧就嗰邊嘅啊，咁你就話哦，我投俾民主，咁佢真係企喺度喎。一嚟我投俾自己，今日投票真係投俾自己嘅。516個投票唔係投俾黃毓民，唔係投俾陳偉業、梁國雄、陳淑莊同埋呢個梁家傑，係投俾自己。因為我哋我話講啲五個人要翻翻去立法會，依家以而家咁嘅對手，建制派冇參選，個個都贏翻入去嘅，睇贏幾多票嘅，係嘛？但係個問題唔係話送翻佢哋入去，而係一定要用我哋呢個投票率好高，咁你先有數講啊嘛！你樣衰衰，黃毓民攞翻37,000票就好樣衰噶啦，明唔明啊？即係我攞翻我上一屆喺呢度嘅基本盤就冇用嘅，係冇力嘅，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捆綁式投票，如果你是支持我們的，今天在這裡聽到我說，認為我們說得對，你最少都找幾件啦，即是找第二樣就難啫，叫你爬山撲水可能難一點，叫你找幾個朋友住這個區一起去投票，應該就沒那麼難啦，對不對？所以我希望大家除了自己去投票之外，你要找你的朋友去投票，我們要改善香港現在這種狀況，已經來臨，改變只差一票，不要看小這一票，選票是最實際的。我現在告訴大家，陳水扁做八年貪污腐敗，喂，民進黨在2008年就被國民黨搞定了，是吧？是選民的決定。馬英九老陳拿700多萬票，結果這兩年的政績很差，所以幾次的補選國民黨都輸到撲街，這個就是選民用選票來教訓他，對不對？跟住落嚟，今年年底台灣有5個市嘅市長要直選，國民黨而家喺度賴緊尿。我話俾你聽，因為選民會教訓你嘅。喺呢個台灣係咁樣。喂，啱啱大家知道消息，保守黨同自民黨可以即係消除旗艦組織聯合政府。原本以為今次嘅選舉會令到呢個國會懸空，即係話政府冇辦法組織。因為根據他們的法律，任何一個政黨一定要在議會裏面拿半數以上的議席才可以組織政府的，現在三個黨，保守黨、工黨和自民黨都不過半，對不對？結果現在保守黨加自民黨過半組織聯合政府，白高敦就要辭職，他就要下台，這個是誰決定的？是選民決定的。你工黨執政了13年，是吧？現在就換你了，很簡單的嘛，誰才有權換你個政府啊？就是靠張選票嘛。如果你白高敦不是罵人老田婆，是吧？不是你的政績這麼差，喂，你可能拿那幾個%的選票，你就不用這麼危了，是吧？所以人民最大，我們有投票的機會，你都不去投票，那就是自己找自己老闆，對不對？